对手失误出现，这一刻网球一姐谢淑薇生涯第九座金杯入袋，跟搭档杰林斯基组成台波组合，先在澳网拿下冠军，即使法网止步四强，但温网又重回冠军宝座。谢淑薇开心秀出照片，说这是你们的2024温布顿混双冠军，回顾整体赛事。6-4先拿下首盘之后，第二盘第三局破发成功，接着气势很旺，以6-3抢下胜利，连下12分，直落二胜过墨西哥组合。至于男单决赛，则是复制去年的冠军战戏码，24座大满贯得主乔科维奇对决西班牙小蛮牛艾卡拉兹。两人激战了2小时27分钟，艾卡拉兹最终以直落三，以6-2、6-2、7-6击败乔帅，连两届在温网男单称王，收下生涯第四座的大满贯冠军。Feelings, it was the first one. It is an amazing feeling for me, being the champion here in Wimbledon back to back. Yeah, I mean, it is great. So I'm really proud and really happy about it. 击退乔王，再创新里程碑，也延续生涯大满贯冠军赛100%的胜率。只是这场史诗级的对决，他也来了。穿着紫色礼服，带着夏绿蒂公主，身为网球迷的英国凯特王妃也到场看球，甚至还担任颁奖嘉宾。而这也是一月宣布离癌后第二次公开露面。出席活动不止获得全场鼓掌欢迎，也让外界猜测凯特恢复状况良好，身体正在好转中。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